在下面这个图是四边长方形，OPQR，S 是在 PQ，PS to PQ，PS to PQ 是一比三，OS 跟 PR 在 T 这边交界，它告诉你 OP 是 P，OR 是 R。这一个也是 P，然后这一个的话呢，这一边是一百三 R，这个是二百三 R，好，然后他叫你找 RP，R 去 P，RP 的话呢是减 R 加 P 哦，减 R 加 P，OS。O 去 S，O 去 S，它就是 P 加一百三 R，OK，好，将 A 的 settle 了。然后他说 OT 等于 mu OS 等于 mu P 加一百三 R 等于 mu P。加缪尔三 R，这个是缪，然后 RT 等于 lambda RP，RT 等于 lambda RP，lambda RP 是 RP，他要的是 RP，刚刚我找 PR，他要的是 RP 减 R 加 P。减 R 加 P，这个其实是 RP 啊，我刚刚找的是 RP，我这边写错了，所以这个是 RP，RP 是减 R 加 P，所以它是减 lambda R 加 lambda P。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Express two different possible of RT，所以我的这一个 RT 它还有另外一个 possible 是，R 去，我现在要的是 RT 等于 ROOT，我的 RO 是减 R。OT 是 mu P 加 mu 三 R，所以我就有减这个的 coefficient 其实是 e 来的，所以我就有 mu 三减 e R 加 mu P，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一个 R 的 coefficient 比较，P 的 coefficient 比较，好，所以他叫你找他的答案，他的 mu 跟他的那个 P，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那个减什么减，我就有那个。减 lambda 等于 mu 和三减 e 和 lambda 等于 mu，OK，这一个其实是因为比较这一边，还有比较这一边，所以这一个是我 equation one，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OK，然后我们就比较我 solve for 这个 one two 那边，OK。So，我就 sub one into two，就 sub two into one，sub two into one，所以我在这边就减 mu 等于 mu 和三减一，全部一起乘三乘三乘三越越，所以它就会变成减三 mu 减等于 mu 减三，我就有四 mu。等于三，所以的 mu 等于三百四
lambda 等于 mu 等于3/4，是的，3/4，对的。OK，减 r 加 p 加一多少啊？对。然后他告诉我 p 是10 unit，所以这一边这一个是10。OK，p 是10 unit。然后它的 R 是多少？R 是4 unit。然后它要你找 area of OPS。OK，等下来这边这一个是4。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一二，它分成三份嘛。这一边刚刚PS to PQ 是1:2，1:3，所以它这一个呢，它这一边这一个是三分之一，OK，三分之一，所以我的这一个 PS 等于1/3乘以四，它是3/4。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OPS 会是1/2乘10再乘3/4，哎，没有，它是4/3，这边我弄错了，这一个是4/3乘4/3，所以我们这一边我就可以略减。所以它就会变成了20/3 unit square。